平安夜快乐。哇靠！欸，所以他有送元宝欸，完全不用出欸。这题要讲啥呢？其实我是想先讲元宝啦，通常会讲比较大的东西，你觉得呢？这个吗？它里面有说是什么币啊？仙玉，仙玉，我看到了。开始有送钱我，找回没开，嗯哼，对，我们要开始抽玩家了吧？有照片的问题吗？其实没有去看。